家我会教大家点样喺 Rico Flexi Cloud Connect Plus 建立新资料夹。网页版嘅做法咧，首先去你想建立新资料夹嘅地方，揿一下呢个新增 folder icon， 输入资料夹嘅名称，揿 create 就完成。至于 iOS、Android 版本咧，先去你想建立新资料夹嘅地方，揿一下呢个新增 folder icon， 输入资料夹名称，揿 create 就完成。